啊，鱼啊，等我唱个台北今夜没有你啊，听听看，听听看，听听看。就严董就有实力了。不要那么讲，那么我被打死了。我被打死了。我嘞，今晚过天五告拜的。过来，过年的搞啥？生意正常。大概晚上好一点，白天大家都要上班嘛。